好像好啊，我所以我还是围，然后你进攻。对啊，那我们就是我去射精射那队。好，那刚刚有一个很危险，一挖开底下是洞哎、欸。跟你的脑，我是说，我难过。有一些东西可以用。哎、欸、说，斧头，砍树，有没有树？有没有木头？没有木头。开始啦！没有木头，我没有木头。偷附魔台。这里有一块木头。我受不了！哎呦，拿到木头了。去跟 NPC 买砖块比较快。NPC 在哪里？我看到了。来，我真的很久没玩了。我多的脚，你要不要？你脚那么多。真的，猫有四只脚。我剑也多一把，剑士全部给你。哇，不得了啊！哎咻，再做一把弓，等一下就可以去附。好，全都拿来买那个。要买什么？哎、我刚刚还想说可以两段跳。哎，我刚刚想说可以两段跳、欸，哎。对不起哦。哎咻。好，我要去哪里？金在哪？我要去射金。欸、男队快死了、欸！太快了吧？为什么？我们连出门都还没出门，他就死了。世界大战啊！那很好，那很好。那我去中间附魔。附魔在哪里？哎、欸，我真没玩过这张哎、欸。嗯。我有看到两个人的好像直接开打会比较快哎、欸，因为他们很快就结束了。真假的？可是我都已经准备想要来复一下，复、欸、一下。我们家有人来哦！打他、啊！我听到声音了。那我去打绿队，我不管了，没有复也没杀了。会，这怎么跳上去？打绿队，打绿队！哦，昨天打死。我们是血。哇！八六，哎说，哎说，哎说，我们是五七，我们是金色哦。我们刚刚也被打太多了吧？我们是绿，哎、欸，我们是金，哦、我在打绿。然后你刚说要打金队，欸、不要打金啊！金色是我啊！大家别打金队哦！别做傻事。No！ 不要怪。看到附魔台了，我可以相信你吧？嗯，有点难哦。What？ 好多人。What？ 我可以相信你吗 ？No！ 要挂。我可以相信你吗？太多人了。我可以相信你吗？哦，打掉一个，还有一个人在哪里？哎呀，我不管了，直接冲了。喂，我们剩20%了，我们至少要打出属于我们的骄傲。哎呦，怎么一直掉来掉去？喂，打，不，我们要没了，我们要没了，吉吉，难过。哎，这个地图正中间有好多宝箱哦。哎呀，可是他在超上面的。对啊，可是这都没注意到。中间的怪物竟然有马哎，好酷哦，没有看过。而且你看那个马的屁股，它当然会动一下。你刚刚偷拍了它屁股吗？嗯。酷哦，原来你们是没有玩过这地图。再吃。还是要玩那个人比较多一点呢、啊。这我想说，人少一点比较不会被霸凌。我觉得还是被霸凌，至少我们不是第一个死了。啊，我们再一战这个，等一下再去玩人多的。好哦。好像中间人少的，好像中间没有附魔台。有，我刚好看到他在上面的地方。哦、在上面，难怪我刚刚没找到。是人少的，可能真的是直接开战会比较好。我知道，就直接从旁边，然后赶快附个武器装备，就直接冲了。对啊。不需要射了。没有人在射的。刚过来打我们的人都全身钻装过来了。
那等下就集结啊，钻装集结在我身上，我就打爆他们。好哦。我就用拳头打爆他们。哇啦哇啦哇哇哇！这样的话，几乎都是挖钻就好了。或是钱。对，还有等级就还好，一点点可以附装备。一手有，这次我们会玩了，不简单啊！只要不要被针对都可以。欸，这次我们的地图好像比较少转欸，刚刚很多欸。嗯，差不多吧。我刚刚那一轮至少挖了七八个吧。这次我已经看不到了。没有，我看到这里。会。我先丢给你哈，还是待会再集结？待会。走到死路了，钻石都躲在好后面。我突然想到，我记得之前他们一开始的地方也有箱子，这里好像没有。有啊有啊，我刚刚有找到过。哦，哎，这跟刚刚地图是一样的吗？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我改天再告诉你。一样的地图。感谢订阅。Truck 0666，我有脚胶跟衣服，还有帽子，只差裤子，我可以用买。我有裤子。好，裤子给你哦。我在 NPC。我也在 NPC。我呸！哇，臭死了！可以啦。臭爆了！这你也敢吐？哎，已经开始喽，开始喽。好哦，一手，一手，嘿，马上潜过去，还没，大家都还没开打，哎，有，对，跟刚刚那关是一样的，嗯，一样的关卡，啊，我快速附魔，啊，马上就有人来，也太快了，不，没有啊。我是防弹啊，水中挖掘，我哭哭，我哭哭啊，随便，好好好。哎，喵啊！啊！喵啊！有，我在等。喵啊！喵啊！有了，死掉了。喵啊！这我们也快死了啦。喵啊！我潜入，我潜入，这什么颜色？我不知道。打就知道，蓝队，我来打蓝，我还打大脚踢我，哎，我打很多，我打的超多，打爆那个蓝，他们有人在追我，一手一手，同一个人又来了，那我应该先看那个什么颜色的来的，我等一下再打他们，金色，金色，八七金色，蓝色，可是蓝色已经几乎快被我打爆了。哦，你看我一命打那么多，上面只剩31了。OK 哈 ，OK 哈，我再去打蓝。可以。蓝已经快要受不了了。会，可以，神清如燕。这我刚刚怎么跳过去啊？感觉很远。会，哎，被发现了。啊！我不要直接打掉他去，快点，还想要堵他。哎呦，看来那个蓝队知道我想要揍爆他们了。你说，可是哇，现在金队是87%。哦，你看有够87。啊！他从哪边来？哎、欸，我们家，紫色的。看来一定要打爆他！哎、欸，呜，潜入！哎、欸，上来！一手一手打蓝！不，蓝队109滴，蓝队快不行了，我们也快不行了，加油，撑住！哎、欸，果然蓝队有来打我们，是不是？
蓝队没有，刚刚是金队跟紫队。我想说有放蓝色玻璃。那个是金队放。来来，我一个绕路过去打蓝。哎，巴西巴西巴西，我没跳好，我直接跳死了。哎，蓝队跟金队两个人合作来打我们呢、欸。哎，怎么可以这样？我们要被霸凌了。我看到连紫队都在了，好不好？紫队也在了，巴西全部四三国都在打我们。太扯了，被霸凌啦。被霸凌了，我们去玩别的吧。难过，这个游戏不友善。三国都来，你知道最后紫队还躲在外面。哎、欸，他这附魔台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上来、欸。哎，你有看到他附魔台吗？没有，我只知道被霸凌，我只知道我刚刚一个狡猾掉下去，不然我至少可以打败蓝队。太难过了。咚咚咚！大家都太坏，大家一看到喵哈就想要打，竟然呢？对啊，我没有，因为我私下玩都没有被霸凌啊，对。哇，真的哦，我私下玩也没有啊。嗯、你的错觉吧。哇塞！讲的我好像人人喊了见了，哎，大家怎么讲？人见人打。哇。嗯。陈小姐，人见人打。嗨先生，我刚才也讲嗨小姐。陈先生。是是是是是是。Butch。可以 啊， 啊，可以啊，陈先生，啊起，啊躲起来，啊掉下去，不意外，不意外，不意外，掉掉掉掉掉，我们要加油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包 Harry， 感谢订阅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这场我们就是打蓝啊，刚刚的梦想希望没有成功，这一次团结的力量好吗？打蓝，做的在座各位 ，please， 一条活路，一条活路，啊，还想要多玩这个游戏，嗯，霸凌游戏，白痴哦，他一直在抢我的东西，哎。哎，这在干嘛啦？东队的在那边互抢。哇，球球摸过的，我要，我要。打出一个金裤子，他也要抢。哇，是球球的裤子哎，我要，我要。干嘛啦？白痴哎，各打各的。分散 ，team， 我们是个 team， 要 teamwork。受不了。钻都被挖光了吗？好少哦，很少。他们就像蝗虫一样啊，管你是不是自己人，抢就对了，这样子。都没人抢那个箱子，那我就先拿。可是箱子的东西都还好。我拿到一个钻铠甲。哎呦，现在箱子有这么厉害啊？羽毛跟碎石。哎呦呦，现在箱子有这么厉害啊？哎，不简单哦。简单啊。砍一点木，哇、哦！开始了，开关啊！那个村民在哪？村民竟然在那么高！开始我就已经饿了，我看到烤兔肉。哇塞，这个东西我还不敢讲哎、欸。没有，这个已经做好了，在那里我也没有办法。好不好？我也不想啊，不能怪我啊。他说已经存在了，那你不能让他荒废嘛，对不对？啊！蓝队过来了，蓝队过来打，我被打下去。来偷了。我们家有人偷到附魔台啊？啊，真的假的？那么厉害，好快啊！应该是，你为什么是用应该？因为我看到他走在我前面，然后后来蓝队过来了。可是，哦、有附魔台，我去偷抢另外一边的附魔台。好啊，
不要走出去。好，没有没有，我只是想要那个看一下而已啦，没有要抢啊。Look, just look. Just look. Look, OK.